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起立，大家请坐。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这两天哦，徛足久诶，徛这腰椎哦，拢要动袂掉，我会当坐咧无？感恩啊！安尼后壁看我看袂到嘛吼？哦，坐顶玩。咱是高级班，所以高级班呢，我会讲一寡国际局势，予咱大家能了解。昨安倍晋三正式发表，安倍晋三是日本的首相。其实安倍晋三啊，一当做首相啊，一年前，咱就已经知影。迄当阵，咱你甲大家人你讲的时阵哦，有足侪人拢讲哦。啊，这个林志兴拢乌白讲臭屁，你啊看，我以前所讲的，一年前、一年半前所讲的，一件一件拢实现。安倍晋三伊怎讲啥？安倍晋三讲吼，我日本经济恢复，而且我日本要负责亚洲地区的和平，我日本要压制。中国的武力，日本当时有这好大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，坦白讲啊，日本人拢破胆，含伊家己的所在，伊拢唔敢讲。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伊唔敢讲。八方四岛，日本天皇的，伊小可敢讲，伊敢若讲迄是日本的，其实伊的方向唔对啦。一年前，迄当阵啊，日本的日元啊是79块兑啊，做一块的迄个啊做美金啊，即摆偌济？100块兑一块美金，79块的时阵，我会记得足清楚的。一年前，我徛伫遮宣布，往日元马上。一贬值，贬到100块，迄大嘛歪相信啦。你来看即嘛，日元贬到100块，6块哦。啥那日元要贬值遐济，为79块变做100块，100块几，101、102。美国忧心啊，要让日本的经济啊再度恢复。所以贬值到100块的时候，真侪日本的企业拢开始趁钱，啊，而且唔是趁钱，趁足侪钱的。这是美国为着知影讲，即个中国愈来愈厉害。中国因为真侪人，包括台湾这推下面呢，
拢去遐投资啊，去遐帮忙啊。啊，即摆去遐帮忙的时阵哦，啊，才叫加戏。在推下面的包括我，所以美国头脑实在真好。伊即摆日本已经爬起来，那无美国伫后边个倒三江啊，坦白讲，伊嘛无迄个法度啦。前一阵，我嘛是伫上课时有讲，我讲哦，美国伊个经济那退甲无法度的时阵啊，美金伊会甲改变为红色。红色的，你看美金即马开始已经在改变到红色的。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呢？请你举手。啊，无贵的，哎，你看普通人看几个恁啊？美金开始在改红色，你都唔知影嘞。时到你若无去换吼，你原来藏伫恁的独阿弟内底美金拢无效啊！我先跟你讲，伊那一美金为青色，佮变作红色的吼，上少上少。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美金嘛，会种都无效去。伊时间若到，讲我爱互你换。伊这是要创啥？伊伫防止黑金呐、啊。吼、哦，你像迄个卖武器啦，啊是讲毒枭啦，遐钱就提袂出来。所以你看，美国的 QE1、QE2、QE3， 直直印，一拼命的印钱。真怪嘞吼！其实国家呐，互你钱就印吼，国家的币值也呐贬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请我请问各位，美金有没有贬值？没有，没有呢，无贬值要个无要紧，还升值呢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所以美国一套吼，我讲咱真正是无法度对付伊啦。伊做当然是美国吼，伊人口才两亿外尔呢。但是伊我都甲你控制全世界，拢伊伫控制。所以咱大家读嗰个高级班吼，唔是读表面的。咱读高级班就是要学，一寡美国伊伫创啥，啊咱知影。慢慢，尤其咱这少年呢，都要去研究。台湾遮尼啊细，你讲台湾有足侪武器，敢有效？无效啦。你若讲买武器啊，你是该加了钱的啦。因为台湾管理法是1979年1月1日美国所通过国内法，有的人足戆的啦。哦，台湾关系法就是咱台湾的救命的关系法。No， 我有一篇文章，应该是伫这里做230、232的文章啊，我都写。台湾管理法无咱台湾人主权，台湾管理法啊，唔是伫帮忙咱台湾人呢。因为台湾的管理法内底，伊所写是 people on Taiwan， 是住伫台湾遮的人。咱台湾本土台湾人是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。所以后壁你看文章啊，尤其像看原迄、那个原文的啊，你甲注意看。我每一摆美国人咧公布文章的时候我拢听较注意。你敢那甲找 people of Taiwan 还是 people on Taiwan？ 伊拢交互伫使用，这是美国真厉害的一部分。美国当年，我相信我这个电话甲各位讲过嘛。美国虽然一直印钱，但是它没有贬值，反而升值。台湾民政府那接到政权啊，拜咱个台湾代票啊，叫做正台币对美金赢，所以你原来这新台币拢还是重新来。啊，你若收济啊，那你叫伊你写报告，你这钱为着来，啊有利无？啊嘛拍拍手嘞。所以你免烦恼讲你有收济钱来个。啊，你若正光的来源哦，你那要紧，你若正当的来源，那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，咱这边正款的时阵，你的钱哪阵是？我讲哦，一块要换40块的，还是新台币？有的人可能不爱相信，讲安尼会乱。我请问你咧，1949年6月15日，中国国民党用新台票。甲咱换40000块的旧台票，
当然啦，你不一定知啦。有啦，他们较白人知啦。啊，但迄阵咱年纪还阁真小，迄阵够有乱，无乱嘛。啊，现在无乱。1949年，迄个时阵，194722班嘛。迄阵就开始甲你拍，甲你抬啊，抬12班6000个啊，大家嘛惊。卖讲4万换一块啦，伊就一块甲你换40万，咱嘛无话讲。但各位，转型正义，台湾民政府一定要做。咱古早阿公阿嬷拢足清楚的，台湾人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吼、哦、做戆牛。有一顿一顿饭好吃，安就好啊。所以甲恁教，其他人有耳无嘴啦。所以台湾人唔敢去插政治。但是今日，咱台湾地位，咱发现这条路，咱发现用法律，就咱解决用法律。中华民国唔敢甲咱安那，唔是咱去臭屁呢。两年。特别三年前，2011年1月14日，咱开始上课，到即马为止，咱都无休困，每礼拜上课，咱敢有代志？敢有人来找你的麻烦？无呢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美国伫咱的后边，美国甲讲，甲中华民国讲，这个团体。是拢照国际法伫行，你袂当对这个团体施以刑罚以上的处分。啊，那无哦，有几个林志兴，俩几个林志兴啦。啊，老早我都去清查掉呀。我今年才去娶某娘呢。因为去当我有讲嘛吼，我那美国甲咱宣布台湾政府成立的时阵吼，我就要娶某。所以伫今年3月18日，美国官方正式承认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政府，果然一招。我想讲，恁大家拢咧惊，虽然是我是23年还未结婚呐。虽然你惊，我安尼我娶某，你看，做到安尼来，外口嘛是推阿面过一堆的，当然即摆较少啊啦。你来上课，相信边阿毛生会甲你讲，会甲你吐槽，甲你吐槽啥？你袂惊哦？你会去了解乖诶？身份证、身证，你根本会无去。放心啦，迄是美国发的呢，迄张是美国发的呢 ，USMG 呢，咱32个人这边9月7日去开美国去开记者会，恁有看有看的举手？迄电影，迄个影片有看的好，有啦，有10万人看啦。你这世人内底，卖讲咱啦，国民党伫美国开酒会。有遐侪美国人来参加无？无呢？你看这边，咱去美国开起个记者会，内底有几个美国人，包括国务院、国防部、CIA、国家安全会议、司法部5个单位，个个穿西装来参加咱的会。美国国防部、国务院，而且佫对中华民国迄当阵。大地美国的代表吴钊燮讲：“我美国国防诶国务院将来唔捌甲台湾任何政党联络，嘛唔捌含政党什么团体联络。我干那含一个很小的团体，那个很小的团体，你迄个时阵呐，那个很小的团体，他说还不足以影响这团体影响，就是烂啦。”所以台湾民政府，咱前主席，这台湾民政府这5字啊，
实际上来讲，就是啥？就是美台湾群岛、台湾群岛、美国民政府，其实的名称是安尼啦。迄、那个琉球迄地迄个旅行证件发出来，琉球的旅行证件迄句话，你看你就知影到底咱是什么组织。琉球这张旅行证件写得真清楚，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，你看。但是外长有考虑这个问题，我若开始给你写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，你会来参加无？你未来，你听无嘛？但是若给你讲台湾民政府，你听了有台湾的啊，有政府，啊你我惊死惊死呢！所以你唔知等冻遐久才来二十期，但二十期还阁算真早嘞，你免烦恼。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等于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台湾民政府等于什么？军政府。所以军政府内底无选举，你还会记得？哦啊，台湾民政府拢无选举耶，独裁。是独裁没有错，但那个独裁是有依据的。那不是顶端顶管无人呢？哪通咱顶管无人，咱那独裁？我们上面还有人呢、啊，我们的上面就是美国军政府啊。占领者的意志，加咩加意志，就是命令。命令如果有违背人权，你也让他狗，就是安尼真简单啊。虽然今日伫遮咧受训，所要捌的、所要知影的，就是法律。美国捌甲讲一句话：台湾民政府虽然很小，美国很大，所以台湾民政府加上美国就变得很大。所以咱免吼自我矮化。就你看哦，即摆最近日本啊发表这个意见，安倍发表这个意见，我直接阁预测给你听，年底还是明年的年初，日本的修宪通过，刷入去就是啥，就是被宣布讲日本天皇还是拥有台湾这块岛。甲迄个时阵啊，除了咱在一只上过上过课的人以外，大家拢错一条啦，那会变安尼？啊，迄个阵啊，有真侪因为受了68年国民党的教育，讲日本窃占台湾啊，的影响啊，不承认了。我才不爱和日本管呢。其实，咱无要和日本管啊，因为日本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。已经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啊，所以民讲台湾敢剩一条路尔，家己管家己。但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，敢那未亲像 Australia 澳洲，伊的主人是啥？英国的女王，英国的女王伊甲尊敬讲英国女王，但是伊嘛照常选去选出伊家己的总理嘛。咱台湾可能啊，一定要阁承受上少要10年、20年的教育。坦白讲哦，即马现主席这少年啊，会拢无效去。咱都要互国泰新的这批人，改重新教育，台湾才行出路啦。所以将来啊。咱的危机伫倒，一只少年唔知啊，无你唔相信，你等于你家己问恁少年啊，你甲他问，足简单的啦，你甲问两句话就好，你倒位的人，伊甲讲我台湾人，你的证明伫倒，你叫提出证明，什么人我都提证明啦，提出来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中华民国护照，
你无法证明你是台湾人，歹势。这是咱台湾真真正正的悲哀啊！真可惜，就是六十年占领六十年以后啊，咱才来发现。六十年以后，多提2010年，咱过美国，就得到这个结论了。美国他们讲，伊嘛惊一条。美国讲，啊，你来知呀？我唔知呀。但是，我本来伫日本伫读个，就是读战争法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伫研究的部分啊，战争法就是讲第一期初级班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战争法？五个物件：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包含战争的部分、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、加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三千几条，这些物件加加出来是叫做战争法，不是跟咱安尼谈量呢？你要融会贯通呢。先把国公法又把讲一句话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你想看卖啊？安那无讲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，台湾老早许改过啊，伊才袂当甲变作讲。台湾是伊的，全世界都不爱承认嘞。所以一旦表现讲哦，中华民国你无离开就袂煞你啦，安对不对？中华民国你搁较久，占搁较久，其实中华民国伊讲哦，伊我无甲你骗呢。中华民国你外口用的名叫做啥 ？Chinese Taipei，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？流亡政府在台北。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但你要看那些少年啊，什么运动会啦、啊，什么国际什么话啊，冠军呐、啊，啊，伊个旗啊，甲包伫身躯顶，但咧去欢喜啊，讲安尼欢喜啊，伊就搞搞不清楚，伊去用利用去搞不清楚，所以奥运伊时阵啊，无爱互伊用迄个旗啊。有迄支是个国旗嘛？奥运用迄个五个圆圈圈呢，代表 Chinese Taipei。台湾人不要去想啊。WTO 用独立关税领域，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？到即马为止，从即马伊就知影啦。李登辉先生啊，伫我开始研究啊，第一项就甲我问这个代志。哎，林先生，林先生。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？我有在笑啊！我讲哎，啊，你当时不是叫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去签的吗？伊讲是啊。蔡英文甲我讲，啊，到美国叫我讲用这个名，啊，就予咱加入，所以伊嘛唔知啊。因为中华民国的人啊，你签物件，无一项伊知啦。独立关税领域什么意思？这是美国跟西班牙啊，跟墨西哥战争的时阵，墨西哥一个都市叫美军给占了。然后这帮问题来啊，老百姓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这帮税金要交什么人？要交给原来的税务单位，还是要交给你美军？这个案例就给提起高等法院给告。高等法院为着这个代志啊，伊判决出来，伊讲这个所在叫做关税领域区，所以关税领域这四字表示讲就是占领区、占领区啦。哦，李先生讲，哦，原来就是安尼。那你讲独立关税领域，其实台湾澎湖是日本天皇伊分离关税领域。暂时分开嘛，所以这两个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，哎、欸，叫做分离关税领域。但是金门、马祖是中国的，这部分的独立关税领域，四个都加加起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国际法内底啊，拢有啦，因无去读册啦，嘛无去研究啦。国际法要创啥？一大堆啊，朴素一堆的。
恁伫遮咧上课，我定来讲，恁学历不要紧，我们将来也不会用你的学历。当将来，讲这个将来是无健康啦。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啊，这无伫咱现主席，恁伫恁各位受各位啊，是叫做革命先行者，一定有优待。恁比别人较早知嘛？别人同款，你爱去受咱后摆教育的世俗朴俗。啊，那咱这四千个人内底啊，咱的毕业证书都代表朴俗。你永远会当做咱的公务人员。当然，有人会讲话啊，那是死狗啊！即无互你去敬的时阵啊，你嘛爱小心敬呢。你明明担袂起的，你不一定爱去担呢。可能互你去做部长。敢去做部长的举手，唔敢的举手，你是足无志气的呢。啊，你唔敢，你来创啥？啊，我这受训都无效啊。啊，村长，村长敢的举手？哦，你是足无志气，我跟你讲。啊，那遐死中国啊，我跟你讲，大家哦，我若讲部长，大拢举手，我跟你讲。迄、那个中国人来台湾的时候，是小学都无毕业，人以为去做校长呢。啊，你真无志气，故意啦，当然故意啦。你想讲哦，我都食两碗饭尔。所以啊，咱后摆嘛真是钱，讲了钱哦，讲钱硬去啦。咱阿爸拢系真侪钱啦，台湾人的好处就是这个所在，认真做，骨力做，换一碗饭来吃呢，可怜啦。那要吃，干那要吃饭哦，免做都有他吃，你要相信无？龙山寺的门口你都去都有啊。安你来来受训，所以我嘛来讲，你若含你家己本身要照顾拢有问题的人，你不要来受训，你得爱本身能力有够，你有法度照顾你家己，你才能来帮忙别人嘛。真歹势，你只要受训，你爱交食饭钱，这是一定的嘛。咱即马。学员吃饭的所在，另外一个所在；非学员，另外一个所在。非学员，我嘛包括非学员啦。江苏拢是非学员啦。阮吃无恁的好呢，恁还阁有鸡肉对不对？还有猪脚对不对？无猪脚哦，啊，恁较歹运，这期无。啊，阮呢，两个菜尔尔。这是学员跟非学员的分别啊！大家拢尊重，好，咱这学员呐，一旦吃得好，睡不一定好了，恁困未起，食烧饱，吼！哎，讲到食烧饱吼，有的学员讲来受，讲加三公斤啊！欸，我讲实在哦，吼，拼命吃呢，咱是无懂啦吼，拼命吃真正有这种诶。啊，咱即摆开始在非学员哦，后摆今下晡三点半以后，恁就变成非学员啦，恁就爱食卡摆。恁俩礼拜四啊，每一礼拜一点半拢会当倒来听，因为我每礼拜。拢会甲大家报告上新的现主席台湾民政府的近况，予大人知。当你问我到底高雄要安怎，无你免当定下来啦。啊，但是呢，你买当是网电看。各位，你有每一工拢去台湾民政府顶管看那个官网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无一半啦。
我甲各位讲，你一定爱去看，有真济消息，我拢伫即个民政府官网内底伫发布。民政委官网，逐个拢无共款，每一工有一篇文章，每一篇文章拢我亲身写的呢。有真济人讲哦，哦，我看你的文章哦，拢要开两三点钟久呢。我讲哎，你一篇文章两三点钟久，我写偌久？您一定爱看。法律是今日唯一会当救台湾的方法，唔免流血，唔免流汗。你看电脑敢未流汗？会流汗也替我看，无嘛？唔免流汗，唔免流血。啊，这单单会当改变台湾的，啊，你无爱？为今日以后，你愿意每一天拢去台湾民政委官网看下手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能乌白牙，巴肚疼、哦。你若无电脑诶，拜托诶，开3000块去买一只平板电脑。你若不要设定诶，叫你的后生花100块，还是查某囝，来你甲设定台湾民政府官网，拍开你就看啊，安尼够唔好吗？啊，好唔好？免烦恼啦，我早晚你个你含我拢拄会着啊，我会阁甲你问啦。1月1号迎新会啊，欢迎大家人参加。啊，过来迄个12月20号甲24号，咱要去日本。我唔知影恁有几个人要去啦吼，不过我甲你讲，恁已经有资格，恁会使去，敢那150个人尔，敢那剩50个名额啦。你们可以去参加，这边去吼、哦，听好清楚哦。日本自卫队的上将要来，含咱演讲，佮含咱开座谈会。靖国神社的主持要来，要来演讲，佮含咱开座谈会。一个真有名的主播，含节目的主持人萨库拉尤西可要来。当然你不一定知道什么人是萨库拉尤西可啦，但是日本人都知道啦。还有一个国学专家，另外这两个人我不爱宣布，但是呢，安倍晋三的助理前两天发表，他说安倍晋三今年12月底一定会去靖国神社参拜。我们当时要去12月21号，年底啊呢吼，啊参拜呢吼。当然我唔敢讲一定来，但是我有可能。这边日本甲美国的2+2，就是国防部长含国务卿去开会的时阵啊，无经过日本哦，无事先无讲哦，两个马上走去这千鸟园。冤呐、啊！去祭拜千鸟院什么？靖国第二个靖国神社，就是专门看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贵姓的英灵。各位哦，这是真大的意义啊！您不一定看有啊。这是政治上，就是讲美国跟日本完全。和解，完全和解，咱两人相拍，拍拍的，和解，签约。啊，可比讲，你华拍，我甲你拍，啊，你有受伤，去甲你膏药啊，膏甲你好为止。这款的意义，就是，伊去参祭拜，刚才别说伊去祭拜靖国神社嘞，完全和解。所以各位，各国演变，你不一定看有。但各国演变，我会当甲你讲，各国演变就是日本修宪通过，恢复过原来明治宪法。明治宪法一日通过，刷落去
明治天皇一定会发表一份，不是诏书，但是一份宣告。北方速度是我的，台湾偏我是我的。那当阵台湾啊，有足侪人的目睭啊，还是目镜啊，落几涂骹啦。但是呢，咱台湾民众的新闻，你拢先知啊。所有代志，咱伫滴上课时阵，拢先知啊。马英九要赢蔡英文80万票，咱嘛先知啊。安倍晋三要赢2/3、4/3，咱嘛先知啊。咱拢逐项拢先知，所以无管外口的人对咱安怎污蔑，各位志气啊，甲意志啊，要坚定啦，好冇？台湾最后的一条血脉啊，得靠咱在座各位每一个人。咱这个血脉哪去要花去？我给你保证，台湾就消灭了。我相信在座有真济人啊，一世人30-40年来，对台湾这个土地疼痛，恨不得台湾会当较早来建国。其实讲建国是不对哦，我先跟你讲，是讲恁以前安尼想啦，甚至讲独立嘛是唔对。主体是美国甲联合国要求要予咱做个的，所以各位，咱这条路是讲行过足辛苦的。3年前伫受训的时阵，咱嘛无想着讲咱行会成呢。但行到即马来，美国嘛看了足感动的，咱所有人拢主动来。有人甲你逼个，请你举手；无人甲你逼个，请你举手。哦，你拢无人逼哦，要搞清楚啊！所以各位，您是嘛是听着讲，台湾这块土地真正的法律，啊，要了解，您才来受训的。在台湾人有一点真歹呢，美国人嘛看无，伊讲：嘿，你台湾人到底迄个逻辑到底拢在想啥？因为你台湾人哦，真侪今日是国民党，明仔跳去民进党，后日佫跳去台联党，佫大后日佫跳去前面党。美国人想无咧？美国人无讲哦，我是民主党，明仔佫变做共和党，后日佫再民主党，没有咧，美国人没有这一套咧，啊，台湾人足多的。啊，当然，安尼变去，拢有理由，大概拢有理由啦。所以有阵仔吼，像这种的代志吼，看了真受气的。所以后摆吼，那这种的吼，后摆当然我会有震动啦。你啊，民主党啊，这个民进党啊，你要成立，当然袂当伫迄个啊，就。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我们是不承认，所有政党全部取消。后摆台湾干两个政党俩，一个叫民主党，一个叫共和党。啊，而且你有没有参加这两个党的时候，你也想好清楚，你选定了，你就不能后悔。啊，你如果后悔，鞭刑。哎。我讲的有理啊！政党，你要创啥？你家己心内有数啊！哦，今日有好康的你看啦！全世界嘛，无一个国家讲选举的时阵，候选人会当摕30块，无迄个代志啊！但是伊这个30块是国民党特别害死台湾人啊，互你永远这个毒药啊，拢吞入你腹肚内底。参加选举有30块好摕，哎，讲伊嘛要买票完啊，无法度。
我若摕两几票，我就30块啊。买票未损失遐济嘛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你唔通就是讲选举就是民主呢。台湾民政府没有选举，拢是协商啊，娘娘。一般讲迄是专制啦，咱拢用协商诶。咱同款呢，咱伫楼卡里开会，咱拢同款，事先大家先问个清楚。讲了哦，一个决定，啊，就照这来做。虽然台湾民政府会当进进的速度来滴，变作今日很主席即种啊状况，当然啦、啊，我嘛爱甲国语讲，包括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民进党、台独联盟各个政党，拢足想要渗透在咱的内底。伫时机一日到，伊就甲你改变，用各种不一样的理由。上届多的理由就甲你攻击讲：啊，你都无选举，安尼无民主。各位，无选举就是无民主吗？你甲想看卖啊？为什么无选举就是无民主？民主就是，互你去分裂。我定定甲咱的同志讲，台湾民政府内底绝对袂使选举，尤其是初期。初期若选了个地啊，绝对分裂，一个变两个，两个变四个。有一挂人靠领导的能力，敢讲领导的能力啊，我嘛爱甲咱各位讲。咱爱要人，咱要共领导，你都爱互人领导。我定嘛，甲咱干部鼓励，你莫甲咱想要共领导，你爱先互人领导。明知你感觉讲这个领导啊，即马这个决定是不对，还是不好的，你莫照做，照做一段时间，甲主持人，甲提出说明。会给你改变嘛？不是讲你袂介意就甲变 ，no， 没有那回事。到底台湾民政府一定坚持没有选举，这真系偌久？我估计了，大概要20年。爱好咱台湾人受到很好的选举的教育，以后再来办选举。我跟你讲，你啊看因中国，伊唔敢办选举，伊若办选举，办了个地，伊就逃去啊。伊15亿个人口呢，15亿还要选了个地，我跟你讲，若无作乱，我随在你。当然啦，伊个制度是无好个吼，我先讲哦，共产制度是不对啊。所以美国当年，唔是当年啦，佮旧年尔。Roger， 我叫 Roger。我们政权愿意交给台湾民政府啊，只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将来台湾不能够变成共产国家；有赞成的举手。拢赞成啊！啊，你无举手呢？第二，台湾不可以独立，赞成的举手。好，他别讲啊，人这个土地的主人是啥？日本天皇啊！你要人独立，敢若恁家隔壁迄间厝起来有够水，招三四个去恁家客厅小坐哩，啊，就讲起是你的啊！咱三四个来个表决，看这间厝变咱的好唔好？你讲好就有影，无影呢？我明仔来恁家，我先跟你讲。所以我常常跟咱的学员开玩笑啊，我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钓一只手，那还没上过以前啊，差不多80%拢举手。但是我若搁甲问后壁迄句，
国宾饭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大家拢无人举手咧。我也按你那么相同的标准，你知影国宾饭店绝对毋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因为你没有所有权状嘛。啊，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嘛唔对嘛，台湾人无所有权状啊。你知影以前这块土地啊，全世界所有土地啊，拢是皇帝的呢，真侪国家拢皇帝啊。西班牙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国、荷兰、日本、中国，拢有皇帝。为皇帝迄时阵转变做今日，毋是表示讲已经拢好势啊呢？尤其清朝的皇帝将伊的殖民地台湾挂念予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照万国公法1937年的皇民化，甲1945年4月7日的行宪，予台湾这些土地照万国公法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那你蔡，那你潘副主席啊，讲啊真好。4月7日叫做行宪纪念日，10月25日叫做愚人节。啊，你吼，即句话你学了，你等于会当去讲啊。甲遐人吼，创个迷迷糊糊。欸，啊，你讲唔对呢？我哪讲唔对？迄叫愚人节，莫讲愚人节啦，含即马。即马，国民党、民进党嘛对10月25日，拢装装疯卖傻，拢敢结无看。10月25日才过尔，敢有看伊庆祝？有啊，因毋是少的呢，啊是安内我拢无。因即马知影嘛，啊是甚物人讲了？台湾民政府，所有的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社团，你讲10月25日是愚人节，大家干哪烂念的呢？但即摆看起来吼，差不多拢知影啦。哎，讲到这个代志，我请教各位一个问题：日本天皇伊的国籍是啥物物件？是日本籍的亚洲？哎，一定爱亚洲变手哈，是日本国籍的亚洲。啊，是美国籍的亚洲，啊，无国籍的亚洲，啊，唔知影的亚洲。今日哦，阁互恁学一项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啥物无国籍？国籍这两个字啊，表示讲这个人爱效忠谁，效忠对一个国家，伊就迄个国籍。日本天皇要效忠谁？整个国家都他的啊，他没有效忠的对象，效忠自己没有错，那效忠自己就无国籍啊。日本天皇的后生查某囝拢无国籍，啊，伊落尾啊，安落国籍叫平民，平民有啥物国籍？日本籍。我有甲各位讲过，国际法规定。有国籍的人跟没有国籍的人结婚生的小孩子是有国籍。有你听到这点，你会烦恼呢？系啦，阮后生张家娶中国籍的，不过不要紧，不管你是娶什么款的，讲一个例子啊，越南，这死中华民国足夭寿的，讲人讲，你若要嫁到台湾。你就要回去放弃你自己的国籍，放弃国籍以后嫁来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啊，中华民国那嫁的国籍啊，啊，这么好啊，歹运哦，你离婚啊，离婚你要回去越南会上回去吗？不能啊，你没有国籍啊，
看有夭壽啊。所以哦，咱即摆是面临即种同款的问题啦。我甲美国嘛讲，你和我台湾安尼吼，迷迷糊糊哦，躲了着六十几档、六十八档呢。我们不允许我台湾人阁继续安尼呢。好唔好？再讲吼，有在座各位，有咱遮的人咧坚持。虽然我看吼，即摆少年的是拢真济啊啦，年纪大嘛有啦。你用那同款，会当来学习这个法律。你一世人所读的册啊，无定无你伫遮你读的六天所学到的物件，搁较济。这六天你得到真济，我相信。但是呢，外口的环境很混沌啊，外口的环境很多的诱惑了。卖讲吼，读读诶，即马拄着选举吼，啊，着鬼笑。所以呢，咱是希望讲，咱台湾民政府啊，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得到政权。啊，我相信，咱大家人认真拍拼，我估计啊，应该要半年左右了，吼，半年甲一年左右，因为我毋通讲伤早。啊，刚才讲讲的讲，后礼拜剩十个人去受训，所以呢，我讲半年甲一年，这已经真好啊！我去年要讲一年甲两年呢，我怎么改变啊？半年甲一年，当时你甲看，一年的内底，美军会用任何因所想到的理由来台湾啊？因为中华民国已经讲几啊摆啊，讲咱遮无美军嘛。我有讲过 PE3 迄个反潜机啊，伫屏东降落，你有看？你有看报纸无？记者把翕相摆好翕呢，啊，落尾记者用写，塞飞机的美国人，操作人员美国人，移交的给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竟然派出美国人呢。我都不知道说那些美国人现在已经变台湾人了，根本就是美国人交给美国人嘛。乐山的那个雷达基地内底四百几个拢是美军啊，青山港拢是美军啊。他拄啊，咱有一个同事才在甲我讲。讲顶礼拜拜四 ，CIA 有七个人想要来，讲你拜四来这边创啥？啊，无人啊！你若讲今日来，还佫足侪人诶。咱诶名声已经透京城，当然这京城是美国诶京城啊，华盛顿地区。迄表示讲，咱台湾民政府确确实实。脚踏实地，一脚步一脚步向头前一直甲行，不管咱拄着什么款的困难，咱拢一定大家共同来替咱台湾来打拼，替咱后代。啊，我相信咱这江苏也好，咱这干部对一人讲，伊生活已经困难到一定，都爱安怎才有饭好食？无啊，无迄款经营的。大家心里面跟咱想讲，我应该替台湾做一寡代志。讲到做代志，我相信咱各位啊，在座各位啊，你本身啊，爱为你开始做起。不管你伫外口的行为，你伫外口的行动，咱做较有量的。尤其是咱的学员，我会特别甲各位啊提出。建构，咱即马发身份证，按毛车牌一千的，你卖含中华民国直接挑战，你若挑战，无唔对，他不会对你怎么样，但是你会吃到眼前亏啊。
车牌，咱是讲红牌甲白牌两块牌爱做一挂，迄当时大家讲好条件嘛，啊唔是呢？等到有个人啊，白牌甲挂伫红牌后壁，看袂到，警察带你解查呀，甲你开单啊，啊才干干叫啊！我你在爱负该家己负责任嘛。所以我常在讲，你要做咱台湾民政的成员。顶多是两种的法律，你拢要遵守。一种是咱台湾民政的法律，另外一种是台湾管理当局，就是中华民国啦，法律爱去遵守。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确确实实，人对你、对咱，拢无甲你处分，拢无甲你叮当着，伊唔敢甲你叮当啊，因为伊嘛知影，唔是讲咱只较大汉呢。咱这干部无人去做官的呢，咱是做啥？做台湾民政府啊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啦，吼，甲非常重要迄个观念。每一届讲到这拜礼拜的时阵，翕相哦，我都爱看外口的天，大概都好天。今日够不了话呢，对吧？恁来受呢啊，做普通班的时阵有小可落雨，但是要翕相的时阵都无雨，上翕了屁屁叫，出奇怪呢。啊，所以因咧讲笑啦，讲啊，你秘书长哦，你铁口直断，唔是我铁口直断啦。我只不过是讲天意啦，完全的天意。所以各位，咱嘛是同款，爱照天意来行。咱嘛是同款，天意意思就要咱台湾家己站起来，咱站起来好唔好？多谢各位，休困十分钟了。咱的结束，要咱议长来主持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校员，请起立。今日